大家好，我就是张帝东。今天就是要测试我在年轻人之中到底有没有号召力。等一下呢，可能会用广播的方式，但是我张帝东根本不用广播，我现在就可以广播给大家听了。哎，大家好，张帝东即将在这个差不多约一个小时后呢，就在这边举办他个人的这个2018人生第一次的这个见面会，有没有要参加的？ 给我一个又很好，可以。波浪，你看我玩起广播。按这个下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噔噔噔噔，然后就可以讲话。噔噔噔噔，对，它会自己发出来。那个噔噔噔噔是我自己配的吗？因为它自己发出来。哦，它自己会发出来。那大概可以多久？比如说我可以讲一小时。真的假的？ 我不会被这些白狐狸告。各位美丽华的朋友们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520。520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表达爱的日子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今天要对一位我们伟大的人表达出爱意。 那就是地表最帅张帝东。今天520就是张帝东在美丽华举办2018个人见面，签名、拥抱，甚至会有 kiss， 更多的福利的见面会。现在赶快，亲朋好友们，12:15我张帝东本人呢会在那边准时出席跟大家见面。如果 现场人数经统计突破500人以上，本人再送知名亚洲天王吴宗宪7月29小巨蛋演唱会门票1张。张立东人生第一次见面会即将跟大家见面，我们520不离不弃，我爱你，谢谢大家，恳请光临。 太长了吧！会不会有人离开这个百货公司，就是会觉得中邪了？那为了这个见面会呢，我等一下去准备一下好了。 OK， 期待见面会。王春晴，哇塞！ 亲手为你们签名我的个人的非常限量的海报，好不好？1500张，今天大家辛苦了，今天大家为了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，但是呢，哎，给我一个小巨蛋的尖叫声！好不好？几点就来了，吓吓他们。11点，不是啦，第二波，早上就来了。开工，你今天来。12点就来呀。规定。 所以我们这个见面签名拥抱握手寒暄，什么见面会正式开始，慢慢人多起来，哇，还有海报啊！哎呦，今天这个粉丝见面会，其实我心里相当感动，因为虽然是非常临时的号召啊，但是没想到。 虽然没有到像韩信一样的规模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相信我的人数一定是最多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拭目以待，我们棚内看看怎么样，挑战会不会成功？厉害了！
总票数啊48票，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的有效票数很高哦，29票，所以哦，美味美味，年轻人比较喜欢。